想必在看《我是歌手》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觉得有一个点特别疑惑，不管是主持还是唱歌的时候，古巨基的手总是湿湿的。基仔，你是不是压力太大，太紧张了呀？流汗不是因为紧张还是什么，我是手汗症。那么想过把手汗症治好吗？长期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呀。那后来看过一个医生就说，你还是去动手术吧。然后就我听到这个，我跟我家人都觉得也动手术就免了。但是古巨基因为手汗症的原因已经弄坏了三个话筒了。我是歌手的设备都是非常昂贵的，据说一个话筒要十几万呢。因为内心愧疚，基仔所以做了一个特殊的小准备。我的麦今天这一集用了一个麦套，我特别在香港找人做的麦套。基仔还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其实除了有手汗症弄坏话筒的困扰外，古巨基还有另外一个小烦恼。坦白说我唱完今天晚上，我下棋我都还没知道唱什么歌，因为选的就是总是纠结。不管弄坏话筒还是选歌困难都不是问题，基仔只要你安安心心主持好好唱歌，大家就满足了。芒果到新闻，古巨基萌萌大报道。